尽量请坐，你们两个也是，不要特地冷漠。来这边还拿手机的人。
所以你今天想干嘛？我想，请朋友吃饭。你想吃饭？我想请朋友。你想请人家吃饭，还是请人家买饭给你吃？我都有。那我们一起出去吃吧。不是不是，所以我想要发餐券给他们。真的吗？可是我只有一张。那我看没有互相打架。我们让他们。你吓到我了，吓到宝宝了。好啦，不行，不能打架，还要夸着如意的吗？那个，打架，打架去外面打，要在里面打。要打去练武术打。好，所以我觉得我的时间应该可以照应张长院出去。好，可以。那给你问问题好不好？好。第一个，不是第一个问题，唯一一个问题，你最喜欢哪间动漫？所以我很疑惑，为什么